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，现在开始。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，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，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。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、压迫、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，过去没有，现在没有，将来也不会有。同时，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、压迫、奴役我们。谁妄想这样干，必将在14多亿中国人民用血肉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。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，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，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。